好 ，AARP 是美国规模最大的非营利组织，专门为年龄50岁以上各族裔人士来提供身心灵全方位的咨询与服务。大洛杉矶华人分会现在积极向华人社区招兵买马，丰富你我的生活。有安全驾训班，安全驾训班是说有参加安全驾训过的人呢，可以在某一个保险公司呢有10%或是10%以上10%之内的 discount， 还有。ARP 可以拿药，可以拿药，还有 ARP 可以到旅游 ，ARP 可以在报税方面呢，还有理财方面都有给我们华人的一些补助，所以说希望我们 ARP， 我们华人呢能够大家来参加我们 ARP。所以现在我们呢，借着东正声那个电视台可以帮我们推广一下，我们这个总会对于我们华人多给一些关于我们 ARP 的那个信息。好 ，ARP 目前全美会员人数将近3800万人，主流是白人和西裔，分占前两位。亚裔人数也快速在成长当中。今年中国新年总会特别参加两项迎新年活动，向华人贺岁祝福，也显示对华人社区的重视与连结。欢迎华人朋友加入，会费每年只要$16，配偶则是免费。欢迎上中文网站来查询。